my way now. You just give me a... Hey guys,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last recorded a video, a talking video. 这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都在录一些就是比较短形式的影片，所以都是没有讲话的。So I'm actually getting nervous again. I'm trying to film. 然后我就是有点想说，不知道哪里开始。然后原本前几天就要开始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哦、I don't know what to show you guys. My life is just like 煮东西、吃东西、去运动、工作。I mean, it's pretty much it. 所以我就很怕你们会觉得比较无聊。But 今天是12月23日，明天就是圣诞夜了，所以开始会有一些很多跟朋友聚会啊，跟家人聚会，就一些比较 festivity 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说可以 take you guys through my holiday. 我妈今天早上把红豆汤煮焦了，在这里。And I'm fortunate enough for my instant noodle. 我今天就想要吃个口味比较重一点的。我的 topic 泡面呢，除了就是韩国辣的辣面跟台湾的几款泡面之外呢，就是这种印尼的干拌面，然后是比较辣辣然后咸咸的，也很好吃。最近吃饭的时候有点不知道要看什么，if you guys can drop your suggestion in the info box, I really appreciate it. 等一下吃完我要去冲个澡，因为我早上去运动回来到现在还没有洗澡，因为我肚子好，先吃一点。外面现在还在暴风雪， I'll take you guys around later. 中间还是有一点点溏心蛋的感觉，我喜欢蛋黄是就是完全会流出来的那种。Literally in winter bulking, 吃的多练的也多。我妈说她想要出门晃晃。It's a white out, 能见度零。I'm going to quickly do my makeup while my mom showers. Okay. Oh my god, 雪是这样子飘的。I don't know, man.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out in this weather. Okay, this is my recent favorite combo. Himi 的这个角色的，然后配上这下来自我的泪沟跟黑眼圈。2022是我的泪沟变得非常充足的一年。For anyone that's curious, this makeup I'll link.你确定你要走路吗？对，想走路。We are driving instead. 我身上不是有雪花哎、欸，我看一下，是雪花，有雪花吗？有啊，有些，啊、有的吧。哎、欸，有，这个好漂亮，这个。今天早上还是零上，然后还下雨，现在已经是-9°，然后体感很不行。来吃家里附近的汤类。Do not advise, 大家没事还是待在家里吧。这种时候我会 extra grateful 家里有暖气。这是什么？就是感觉特别珍惜有暖气，室内好暖。对啊。有柠檬，你要不要挤？这叫什么？ Lentil soup。Moroccan 的薄荷茶。你觉得是做完的吧？这是鹰嘴豆做的，好喝吗？这是烤蒜头虾，然后这是鸡胸肉。
这时间不睡觉，你在这里干嘛？你在楼底台想我做什么？冒着风雪来跟朋友们见面。We have a big tartar over here, so there's some porcini brown, brown ball mayo.今天是圣诞夜，我们原本今天要去 Buffalo 的，但是呢，纽约州就是有 travel ban， 因为暴风雪，就是昨天开始下的，昨天开始下，然后他们今天还在下，我们这边是今天已经停了，然后所以他们公路不开之外呢 ，Teddy 姐姐说他们连出去家对面的 Walmart 买菜都不行，因为他们就不让任何车在路上，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然后海关就是过海关的那个桥，他们也都关掉了，所以。Hopefully you can go by tomorrow， 因为明天就圣诞节了。通常都是圣诞夜要一起吃饭嘛，然后所以这一次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吃。所以我们刚刚想说，我们晚餐就订了一个烧烤，就在外面吃，因为我们也没有准备。他们也是他坚持用。这是我从我家的那一株大株的 Monstera 摘下来的，长超好，到冬天了还长了新叶子。We are going to Buffalo now. 我们那个 border 的那个三条桥开了两条，但是他们公路还没有完全开，所以我们到美国之后呢，要走 local。又在小小的飘雪了，出发。Actually back home. We didn't make it to Buffalo. So here we go. Watching White Lotus. Boxing Day 到处都排超多人。我妈想买运动内衣，然后试穿。对，超好看。The overwhelming amount of people. 所以要买一些双人牌的锅子，因为我妈说很便宜。这个40，这个40，这个70。Checking 到我们这一次的小木屋来啦，有个真的火炉。我这边是完全 open space 的一个 king size， 房间蛮多的。All the way， 后院有一个 sauna 跟一个。Hot tub. It's not warm, but you can up the temperature.
这我爸怎么考啊？你看，超厚。I'm more excited to see Kimi finally. Hi! How are you? She's like, I want to go, but it's cold. Teddy 整身穿的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完全是新手。我们现在在租ski. Are you too warm? You look so warm. Yeah, 我知道 Teddy 滑雪板一次他就放弃了，所以现在都改滑 ski.超级多，排队要排超久，还好我们板子是在 village 外面租的，不然我们应该会等死，应该等个几个小时。其实我们已经在网络上订票了，但是它还是要换成一张实体票， so we're just in line to do that。Is there more wine? Yeah, I want some more wine. Or do I want alcoholic drink? Yeah, there's hot chocolate or coffee. Getting some coffee drinks. 今天其实没有很冷啊，还不错啊的天气其实。So nice.下山啦，准备去 village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现在一点多了，该吃中餐了。Hello 大家，我们昨天晚上从 college 回来啦。college 我们这一次住了三天两夜，所以这一整个就是 Christmas 到新年的这个 holidays 呢，其实我没有非常多时间在家。那也很可惜，我们没有去到 Buffalo， 我们都已经到 Niagara 才发现，就是虽然说 Buffalo 跟 Niagara 就是距离这么近，但是他们整个天气就是完全不一样。Buffalo 就是很夸张，真的很严重的一个暴风雪，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 we drove to Niagara and came back basically。我知道大家过节前说心里都会有个期待，就是节庆应该是要怎么样的那种想象啊，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会事与愿违。我想这就是一个给我们大家自己做一些提醒，就是有时候虽然节庆可能不是在我们想象中那样的过，或是我们节庆过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you know it's okay。 Anyways， 我需要去做指甲，我把指甲剪得很短，因为滑雪如果不剪这么短的话一定会就是弄短，所以they're kind of ugly right now。 Yeah， I'm going to get it done in a few momentsOn the way。 最近啊，就是美加这里流感还蛮严重的，所以我想说戴口罩好了，因为我真的很怕生病。真的是我身边人陆陆续续大家真的都在生病，然后 Teddy 又也生病了，所以小心一点。指甲，然后遇到朋友，超级巧的，很夸张。哇！我们现在在去吃早茶的路上，现在早上10点。今天是新年夜，真的天气好差，完全在下大雨，路茫茫的。刘海又已经太长了，差不多要想办法剪一下，看能不能剪一剪。现在来日本超市买口气茶。希望好喝，你有买过这一家的？今天呢是 New Year's Eve， 我想要走一个比较精致，然后感觉比较 festy 的整体感觉。And I got 4 lipsticks， 我想要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今天整个感觉。
是有点珊瑚橘红色的这一支。Up next， 这一支比较樱桃红的，感觉非常适合我现在就是你知道黑发又穿黑色衣服，就整体这种比较可能神秘一点的感觉吗？这一支很漂亮，很就是那种古典玫瑰色的感觉。这支擦起来就很温柔，而且也是还蛮显气色的，很适合就是在这种阴阴的冬天，然后擦上去会感觉比较亮眼。64号这一支呢，就比刚刚63号再深一点，然后它是更强烈的一个玫瑰色。试色的这几个唇膏呢，是香奈儿的超炫耀试用唇膏，它是介在于一个光泽以及雾面感之间的一个柔雾质地，所以就是虽然说看起来好像雾雾的，但是在转头的瞬间会稍微有一点点光泽感出来。上唇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它其实非常饱和，然后也很好晕染，所以只要上一点点呢，就可以推完整个嘴唇。这唇膏上唇之后其实感觉非常非常轻薄，然后就是完全不黏腻不粘黏，所以其实非常非常舒服，就是好像没有擦一样那种感觉。那我自己觉得跨年夜可能这个54号会更加适合一点。 1 avocado toast 2 avocado toast。 Holiday 的真的就是睡到中午11点，蛋黄真的要流动才好吃。 You guys，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赞的牙买加烤鸡酱，就是自己做的。我之前买另外一个牌子，我完全不喜欢。然后呢，我后来去 Loblaws 好几次都找不到，所以我这一次就是在网络上订了。